不知道大家喝过什么虾？什么虾？什么虾？没到。每饭都有那个小鱼头。嗯。装的。一没有人要下，没有人要下。要下车吗？哎，昨天晚上，昨天晚上那个七六七的老师，哎，有没有拿下去的呢？就带了这个三十分钟的老师，要不然到那个老师那儿。但是你要到那个老师那你这个呢，叫什么？我们可以说出来，或者叫他，或者叫他。